好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决定谁先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好好好，你们先问啊，我们先问，先不着急，我们先问，先不用哈，脱水找着呢啊。来说开始，只有两个人就都可以开始移动了，预备。你们问，你们问。开始，解说说你三个每天跟发微信的人，三个每天发微信的人，爸爸妈妈奶奶。好，好，到你们提问。请说出三道带甜字的菜。那个甜烧白啊，我们啥？甜烧白，四川的甜烧白没吃过，那么好吃。甜烧白，酒酿甜酒，甜酒酿，甜甜蜜素，甜不辣，甜不辣。好，这边哪儿去了？这说出三个带甜字的艺人。甜西味，甜嘉瑞，甜正。来这边。说出带苦的三道菜。苦瓜，炒苦瓜，炒苦瓜片儿。炒苦瓜丝儿。炒苦瓜丝儿。我是已经跟丢了，你跟丢了吗？早跟丢了。丢了吧？早跟丢了。二。好。来，接下来。这回可以拿水了。拿水了，朋友们，拿水，拿水。干活了。那么说，谁先猜？你们先猜。我先猜吧。加一。只要打开里面有球，你们就泼他们。I know。弟弟，哥哥敬你三杯。是时候展现大凤的气运了。哇！大凤的气运了。帅爆！哼，拿这个碗，我要猜中。好，别急，没结束，还有，来。来，迪哥，猜吧。他们大凤的气运，我也要借一点儿。那么，迪哥是否借到了？帅，我的太离谱了，太离谱了，真的离谱，太离谱了。双方战成平局，接下来我们进击的石头剪刀布，请向道具。好，接下来的这个项目呢，我们一局定胜负。那么游戏规则呢是这样，我们两队的全员呢依次站在各自的起点向前跳格子，途中与对方公司的成员相遇了，我们就进行石头剪刀布，输的一方直接出局，直到有一方跳到对面的起点为止，我们就获胜。我最后确认一个事儿啊，你说是必须一格一格的跳吗？对，当然只能一格一格的跳。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反应非常快，只要你们对方好，来吧，双方派出的队员是王鹤棣队，孙怡，来准备，来准备，挑战开始，开始，快，快来，好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剪刀布，上。上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好，快，走，快，好，快，厉害，石头剪刀布，好，快，
手剪刀布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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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，快补位回来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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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。石头剪刀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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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头剪刀布。快快快，迪哥！快快快，迪哥！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快迪哥！快快快！快，迪哥出发！大老秦，站回来，来站回来，石头布，好，快快快快快，弟弟，快快快快快，弟弟，石头剪刀布，那叫布，快，弟弟往前走。弟弟往前走，来孙毅跟上，来石头剪刀布，快快快，弟弟，石头剪刀布，来，来，剪刀布，来，爷们，过来，爷们，过来，耶，真没招，真。我怀疑中间他们多少带点私人恩怨，真的。我们是相遇就石头剪刀布，不是相遇先撞人。其实最后雪晴因为从那个，因为脸脸就是比较宽，所以他看不见他们石头剪刀布的结果。后来脸脸那个输了之后再出现，弟弟已经冲回来了。对，我没出，我是没出，我是刚摇完，他等我来个布。石头剪刀布，炸！不要，我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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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摘，我这你是石头剪，这得这么的吗？石头剪刀，这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石头剪刀输了。好的，辛苦辛苦大家。嗯，好，好的。经过刚才精彩的这个体能与脑力的比拼，大家也应该都累了，快来喝一口优酸乳精装果粒，休息一下吧。好多真实的果粒，酸甜美味，真好喝。是的，明天呢就是中秋假期了，和朋友出门玩也别忘了带上我们的优酸乳精装果粒哦。优酸乳还推出了精装果粒时代少年团形象装，非常适合聚会的时候和好朋友一起分享。没错，果粒多多多，快乐加倍，更多多多多。喝出果粒，嚼出滋味，让我们一起干杯，进入最终的分红阶段。好的，